点有话说。凌晨两点，五斗米仓库大换购，全家出动换物资。咱们五个，两个龟，两个狗，一个羊。让本咩好好想想要换购什么。家里来了两个新哥哥，电话也不打，直接来。听说休憩凉棚有一手，非常完美。露天凉棚的结局到底如何？哦，这漏了，啊，这也漏了。一新哥开着我们新换来的拖拉机去犁地了。啊！虽然新手上路遇到了很多困难，哎呀妈呀，太不容易了，师傅。但小不点相信一新哥肯定可以成功。小不点，该饭了。听说动物屯有加餐，再晚就赶不上了。今晚10点见哦。